喂，Louis 你好啊，好耐冇见啦 Hello，啊！今晚因都为你好啊，有好技耐。术上嘅问题咧，所以就迟开咗，就唔好意思啊。咁大家除咗可以睇直播之外，仲可以睇重播嘅。咁我哋重播咧更多人睇嘅。咁啊，但系咧直播咧嘅气氛就真系好好多嘅。咁啊，所以咧点都好啦，今晚夹硬捉阿 Louis 啊，佢听朝一早要翻工嘅，我都哎对唔住啊，绝情都做一次啊。喂嗱，我今晚揾你上嚟咧睇，因為華甲納兵變咧就24小時，即係36小時到啦，個貨仔就玩完啦。咁啊，兵變之後嘅形勢會係點咧？咁啊，而家華甲納集團咧就解散啦。最新消息話解散，咁有幾千人就去咗白俄嗰度揾食。OK， 咁咧就根據俄國嘅講法咧，俄羅斯嘅講法咧，就係佢哋喺依個中非共和國咧同嘅。business 嘅生意咧繼續進行嘅，咁啊佢哋提供呢個 service，OK，咁啊依啲咁樣嘅僱傭兵咧，原來英文有個字叫 soldier of fortune， 即係大家聽都知啦，即係揾兩餐嘅當兵，就唔係國家打仗嘅，咁佢同參戰咧嗰個雙方啊冇乜關係嘅，總之你俾水我咧，我同你打噶啦，咁啊 anyway， 咁啊今晚就揾阿 Louis 咧就分析下嗰個形勢，不過分析之前咧講下 Louis 咧就係勵精圖治嘅。即係 Louis 係少數嘅軍事專家，年青有為。我哋作為咧，即係出世早咗啲嗰啲人咧，係有責任咧，就揾你啲後生上嚟咧，就 share 你哋嘅知識啊！即係你哋咧係我哋嘅希望嚟嘅，一代一代咁傳落去。我哋嗰代咧，真係冇你嗰代咧識咁多嘢啦，真係甘拜下風。我哋只係嗰陣時砌下模型啊，如果有錢嘅話嚇，咁講啊，係即係嗱，好喂。我真係唔敢講嘅，向來都好嘅。嗱，我想話咧，你咧講咧就係、是你為咗咧更加發展咧，咁咧就你搞咗個 Patreon 喎、啊、嚇，啊，係嘅，大概係點嘅？佢呢邊咧其實冇問題啊，其實就係咁樣嘅，即係我唔想去太多去賣廣告啦，始終就係即係最緊要都係講緊有實際嘢交到俾大家睇先啦。我哋呢邊其實最近就有個新嘅 patron 啦，咁大家睇開我哋文章嘅就自然會睇嘅啦。咁我亦都唔會去大力 sell 或者嗰樣嘢啦。咁但係個關鍵咧就係話，即係依家亞甲集團佢搬咗去白俄羅斯啦。咁基本上抵達咗之後，成個局勢其實都有一個新嘅轉變。咁而我哋一直都係講緊一件事就是說，就係話亞甲集團其實一開始嘅叛變就根本唔可能成功嘅，即係講緊24號嗰陣時，我哋已經有預測。咁呢一個係即係睇翻開我哋文章嘅朋友仔，就自然就會知道，當嗰一晚大家都講緊即係成個莫斯科係可能即將淪陷之際，咁好多人嘅預測即係唔開名啦，好多都係覺得就係莫斯科會失守㗎啦。咁普京都係命數已盡，咁但係嗰一晚嘅時候，我哋個預測都已經係講咗，就係話基本上係唔可能發生，因為亞甲集團嗰個規模實在太細太細啦。你唔可能相信嗰5000人到8000人嘅一個小嘅一個大概加強團啊，團級單位到加強團嘅單位，可以打下成個莫斯科，這個根本就唔現實，都唔可能嘅。咁當時候我哋已經有咁樣嘅預判同分析噶啦。咁但係咧，我諗。Toby 你想看的應該是一些更加技術上或者是更加宏觀的東西，即是說他整個集團到底有沒有可能，當被俄羅斯說七日要解散之後，整個集團真的煙消雲散呢？我想這個都是應該你一直的關注點或者關注的地方，是不是？其中一件事就說，喂，大佬他們打打殺殺出家的，OK？ 靠這些吃飯的，你他就說自己宣布呢，就七月一日呢就已經不復存在啊，會唔會咁容易啊？成班靠啲嘢食飯嘅喎、你叫佢哋翻屋企瞓覺，我相信冇可能啦。佢話咧就俾佢啲兵咧自愿加入，即係同呢個俄羅斯呢個國防部簽約。咁啊唔知道有幾多人會簽約啦。咁啊佢就收容咗幾千咧過去白俄嗰邊。嗱、事情會咁簡單咧？嗱、你佢個規模雖然係細，但係假假地起碼有25000人。25000個精壯男人 ，OK， 有啲仲有犯罪記錄嗰啲監等嚟嘅，全部咧就打打殺殺嘅嚇、做慣呢啲嘢嘅，你要一日咧變成咧做翻普通平民咧 ，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ppen。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ppen。喂，你認為呢件事會點樣發展咧？如果你話幾雖然有幾千，可能啲最精鋭嗰啲咧，最中心嗰啲又去咗白俄啦，咁其實如果班點算啊？
係即係咁乖仔，翻屋企瞓覺，還是即係亦都同呢個俄羅斯國防部簽約，以後歸呢個俄軍指揮部指揮，會唔會有啲咁嘅嘢咧？其實關於呢個情況咧，我哋基本上坦白講係如果你睇我哋 Patreon， 即係睇我哋不成院的硝煙嘅 Patreon 啦，裏邊其實係講緊係真係收錢去俾一個 insight 嘅，咁但係。呢一邊 Toby 我同你咁熟啦，咁我哋透露一啲真係我哋係俾錢嘅一啲內容去講，好啊，泄露一啲秘密咯，好嘅，好。我自己個分析同預判就係覺得基本上唔太可能嘅，即係你唔可能講緊，即係你攞緊$20,000人工嘅，即係講緊瓦格納集團係講緊出金$20,000人工俾前線佢哋去打仗嗰啲官兵，你唔可能$20,000嘅人嚟。良心發現自己話要去揾翻個$2,000為俄羅斯而戰，呢個根本就唔可能嘅，即係計得數嘅，大家都知嘅啦嚇。即係好似你所講，咁佢哋嗰班僱傭兵永遠都係為咗錢嘅啦。即係你冇咁多嗰啲國家大義啊、人民乜，即咁多嗰啲嘢啦嚇。咁呢個世界其實都會現實嘅，咁你$20,000就可以收買到個人。咁香港都十富皆是啦，好似咁，即係唔多講啦。咁大家即係你好多時候會去諗個情況。有幾多少人真係會sign個 contract 係最後簽翻去國防部嘅？其實根本就唔多。咁即係所以最近佢大老闆就係都講過一句説話，就係話：喂，計翻條數，其實依家簽真係簽國防部嘅都唔超過5%。咁你諗下，就係佢50,000人裏邊剩翻個95%都會走翻去跟佢嘅。咁你就可想而知，亞格納集團係咪有可能會一夜消失咧？呢個又唔可能嘅。因為始終你諗下一個咁狂大嘅組織，普京始終點解當初需要去有一個咁樣嘅集團咧？就係需要有一個白手套嚟去搞成個非洲炎黃啊嘛。基本上其實亞格納集團咧分開兩塊嘢嘅。你可以將亞格納集團當係一間物流公司啦，即係好似我自己成日睇我哋 page 裏邊都去做個比喻，就係、幾好啊！呢個比喻係啊，係因為呢個其實坦白講都係我喺一啲嘅真係講緊軍官朋友，真係裏邊係服過役嘅，當過兵嘅，佢哋有一啲嘅 insight， 佢同我講話 ，Louis， 你唔好諗軍隊諗得太複雜，佢就係話你諗佢係一間物流公司，你諗佢一間物流公司啲嘢就好易理解嘅啦。亞格納集團其實佢根本就係換一個地方去發展啫嘛，佢舊老細普京，大家都係理論上都係同樣依家即係你講緊白俄羅斯成個政局都係。圍繞俄羅斯去轉啫，咁大家理論上都係服侍緊同一個老細，但係跳槽咗去另一個分公司，大家嗰個集團係唔同咗咁解啫嘛。所以個關鍵要點就在於咩咧？個關鍵要點就係在於亞格納集團喺兵變之後，佢哋個分部一個擺咗俄羅斯，另一個分部其實一直都係非洲嘅。非洲嗰邊，你講緊，無論係即係各小。各大嘅政變或者能夠光顧啊唔同嘅地方啊，一直其實都係靠亞格納嚟去打嘅，即係佢哋去打平叛，基本上都係一直講緊亞格納集團係主力嚟嘅。所以講緊你話佢哋有冇可能一夜之間全部成個俄羅斯就唔要呢啲亞格納集團嘅部隊，或者唔要佢哋嘅編制嚟去做一場嘅非洲干涉戰爭咧？咁呢個都唔可能嘅。咁佢可能會以後咪唔叫亞格納咯，你好多名可以叫㗎，你唔叫瓦納，你可以叫即係其他歌劇名嘅。歌劇家嘅名咧，歌德集團又好，我哋可以叫齊格菲集團都好，即係改翻啲德文名，即係佢哋亞格納集團都知啦，特別中意改德國名咁，即係你可以任你叫，但係裏邊個本質係唔會改嘅，所以有啲評論成日都覺得咩一夜之間成個亞格納集團就煙消雲散，就 that's the end of story， 咁唔可能係咁樣啦，啲嘢都唔會咁樣存在咯嚇。好啦，嗱呢班人咁跟住會。你話佢非洲個業務咧就繼續經營啦，咁將會點樣安置佢哋咧？只有幾千去咗白俄啫喎，嗱我亦都相信白俄未必有錢可以養曬嗰25,000人喎，佢亦都冇需要要捉嗰25,000人喎，突然間得嗰25,000人咧，表面上就好似話即係可以幫到佢國防或者係保護到佢咧依個衰衰地嘅總統，咁但係實際上咧係患嘅喎，第日咧。佢可以同阿普京作反，亦都反翻佢嘅喎，要計埋啲因素啊嚇。OK， 你今日你可以同阿普京都做反台，你第日都可以同阿盧卡科申反台嘅啫喎。
而家就話可以話呢班嘢咧，嗱我俾啲水你哋夠忠心啦，啲軍隊未必係信得過嘅，不如用你班僱傭兵啦。嗱表面上就係咁睇，但實際上咧事情應該 more complicated。嗯。其實我自己即呢邊就即我諗 Toby 其實你都有睇過我文章啦。其實裏邊、多謝你俾我睇啊，多謝啊，真係好多謝啊。咁就裏邊我哋就唔再多講啦。始終呢個 Patreon 專屬嘅內容嚟嘅，即呢個就係我哋嘅預測。咁但係具體點解會有呢個推測，咁就大家喺 Patreon 先至有個演勢啦。咁但係我自己反而想講另一個得意嘅位啊，我想講另一個得意嘅位啊，就係、是。坦白講 ，Toby， 你係我咁多個認識之中，對於現實裏邊個形勢推測，其實都好有自己一套想法嘅，有經驗嘅傳媒人。即係坦白講咧，我見到大部分有經驗嘅傳媒人，佢哋可能會去睇好俄羅斯，咁佢哋就會去一面倒去無條件去支持俄羅斯嘅啦。咁覺得就係、是、烏克蘭就反攻必敗，咁俄羅斯就。兵強馬壯咁啲嘢就一定係咁搞，你見到佢哋好多都哇黐曬線嘅，咁樣嗰啲黃俄孝子啊，即係所謂或者嗰啲親俄嗰啲insight， 哇一見到阿格納集團兵敗就即刻即係煙消雲散，佢死咗老豆老母咁開心啊！喺網上就鋪天蓋地就話係即係阿格納係賣國奸賊啊點點點點點咁，但係我睇 Toby 你似乎就唔係咁樣諗喎，你都可以講下你嗰、那個。心路歷程或者你個想法係點樣？嗱，就冇咩心路歷程嘅，即係求我咧就即係冇咩話睇過好多軍事書啊啲咁嘅人，只係從常識去判斷咧，就話咧嗱，俄羅斯咧個基礎係相當之好嘅。華格納咧嗱，佢起家因為要做白手套啊嘛，有啲嘢俄軍正規部隊唔方便做嘅，就由華格納做啦。咁但係俄軍嘅基本嘅基礎咧，佢訓練係有數。你話佢打得係好點講好保守，我覺得係。但係基本嘅訓練 ，for example 咧，就話譬如佢哋嘅點樣部署，最簡單講啦，點樣設立呢個火即係點講啊？交叉火力，交叉火力啊，即嗰啲咧，佢係冇問題嘅。咁啊，呢個此其一啦嚇，即係啲基本嘅訓練佢係有翻。第二，我就冇去過俄國，冇去過烏克蘭。但係我哋網上睇到啲片咧，有時啲嘢咧就一葉知秋，你知道少少嘅。俄國嘅閱兵大家都睇過㗎啦 ，OK， 大家係好嚴格嘅，世界上其中一個做得好好嘅。你話佢操得齊夠唔夠解放軍齊？唔夠，解放軍係最齊嘅，操得真係而家全世界但係俄軍操佢有一個格嘅，同埋有笑容啊，佢嚴格得嚟有笑容啊，嗰種氣勢咧你係學唔到嘅。不是只是整齊那麼簡單，他那種氣勢是學不到的。反觀烏克蘭，我又拿過烏克蘭的片來看過了，喂，差一點的，因為他為什麼要有可以比較呢？你不可以跟美軍比較，美軍一向都，喂，盤古自古以來都操得不好的啦，隨便揹支槍咬到香口膠嘛，這是 American GI 嘛，他們是不重視操的美軍，那你不要跟美軍比，你會跟俄式國家，即是說前共產國家比呢，烏克蘭的閱兵咧爭咁一皮，嗰、那個嚴謹程度啊，同埋嗰個氣勢啊，仲有軍人嗰種傲氣啊，俄羅斯係做到啊，傲氣同埋殺氣。但係喺傲氣同埋殺氣之餘，佢哋有笑容嘅。嗱呢、個先至難得，即係話有笑容，即係有佢哋個人嘅 flexibility 嘅。嗱呢度要睇下，你唔可以話我唔識得北約嗰啲嘢，北約可能打有另外一套更加靈活嘅打法，咁可能會係勝嘅依個俄軍嘅，但係北約傳授俾烏克蘭，烏克蘭啲人可唔可以完全咧係由俄式嘅嘢一夜之間變成咗北約個戰術咧？我有啲保留，而俄軍咧佢個嚴謹程度咧，我相信有翻咁上下嘅。好啦，呢個此其二咧，此其三就話咧。你不要看輕他有很多是新兵，那些年輕人被捉了裝兵，是吧？他不夠經驗，他的基礎呢，他的基本盤，他的訓練，有差不多的。我們拿回第二次世界大戰來看一下，為什麼德國可以last到這麼久？因為根本已經是個大勢已去的了，後來呢，他招募老弱殘兵，60歲以上，16歲或以下，說聽說最小的那個10歲，老豆帶埋去打，唔知係咪真啦嚇。總之16歲
或以下嗰啲僆仔點解都可以打到咁耐咧？同埋喺巴斯魯有一場戰役啊，喺呢個有笪地方咧係堡壘城，叫巴斯魯啊，佢全部僆嚟嘅，打到你俄軍冇辦法攻到入去嘅，因為佢基礎做得好好啊，基礎。好啦，除咗你成日我哋可能即係作為 layman 覺得打仗就係肉搏戰嚟嘅，一打到埋戰號肉搏。你啲僆仔點夠人哋嗰啲大人打啊？你有幾可肉搏戰啊？除咗肉搏戰之外，仲有個陣地點樣擺法？啲火力你擺邊個位先殺到最多人 ？OK， 盲點最少。第二點樣掘戰壕先最有效？第三點樣偽裝啊？兵不厭詐嘛，大家都偽裝嘛，攞啲唔係攞啲樹皮啊，攞啲木板，攞啲梯啊，都可以遮住個坦克車嘅。仲有醒到有啲人唔需要咩體力嘅，佢用個影啊，利用日光嗰個影啊，嗰啲 shadow 去遮住架坦克車啊，等你睇唔到啊，等敵軍譬如蘇軍咁睇到有盲，佢係有盲點啊，你唔可以睇輕佢啊。好啦，納粹德國有依家嘢，你估俄羅斯冇咩？所以俄軍捱到咁耐，作為咁，我有個立場就話，我始終認為依場係一場不正義嘅侵略戰爭，依個無可厚非噶啦，依個冇得爭拗噶啦。如果你認為佢係正義嘅話咧，話咩責任分擔論啫，咁即係日本仔侵華係啱噶啦，你講唔通嘅，依完全講唔通嘅。但係一樣就還一樣，我哋主觀願望或者香港好多朋友嘅主觀願望都希望烏克蘭可以打贏嘅，但實際上烏克蘭打咗年幾？如果真係佢哋嘅意志力係值得嘉許嘅，值得肯定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你要睇翻一樣嘢，就話如果係真係咁點，點解俄羅斯可以牢牢地控制咗，仍然有呢個五分一，唔知四分一五還是五分一嘅烏克蘭國土，佢搞咗咁耐都攞唔翻咧？嗱，呢個就係你睇到俄軍有一定嘅實力。喺新聞報導，由於而家咧。在這個宣傳戰或者是新聞報導上呢，俄羅斯是輸了，我告訴你是輸了。我們大部分得到的資訊都是來自西方的，來自西方的。俄羅斯那些當然有作大啦，但實際上的環境就是他的實力仍然很強的，他已經沒有空中優勢，但除了空中優勢之外，但是大家都沒有空中優勢，現在靠陸軍了。假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俄軍可以守到這麼久呢？即是你說到他很慘了，什麼都沒有了，但是為什麼仍然可以守到這麼久？為什麼那個這麼久烏克蘭軍隊都不可以光復一大截的自己的國土？這個呢，我們覺得由這個這樣的判斷呢，我覺得以為不是一面倒的喎，不是一面倒的喎，我又交回給你了。啱嘅，嗱 ，Toby 其實就即係呢邊長話短説啦，因為我自己都時間緊張，咁但係就呢一邊我最快速度去講最大嘅重點啦，就係、是首先一樣你講得一個好啱嘅地方，非常非常啱嘅地方就係冇錯，睇戰爭係從來都唔可以即係你脱離咗個戰例去睇嘅，呢個亦都我反覆去強調嘅一件事。即係你見到全世界去講烏克蘭反攻，永遠都係講到鋪天蓋地又點點點。咁我哋其實一向都好支持烏克蘭嘅，我哋 patron 所有嘅即係個捐款大部分扣除成本之後，我哋都係捐去烏克蘭嘅。咁但係我好現實咁講，你見到任何全世界嘅所有戰爭，基本上尤其是近代嘅戰爭，講緊你嘅年代咧，尤其是係即係你一定記得 Desert Storm 嘅1991年美國嘅斬過一次賽打贏伊拉克。三日內之內，基本上即係講緊伊拉克嘅指揮中樞完全被切斷啊，部隊完全被包圍啊。講緊美軍係斬瓜切菜咁去打。2003年嗰陣時打伊拉克又係，或者你後來嗰陣時去打翻即係點樣去反攻伊斯蘭國啊？即係你一直嘅持續嘅空襲啊，或者去甚至你可能喺60日之內點樣去消滅卡達菲政權？呢全部嘅戰例其實你見到都係。一出手，英美招一出手，基本上非常凶狠、快狠準咁樣打個連擊，你講緊係幾百，即係你美軍嗰個記錄係講緊幾多啊？你 Desert Storm 係講緊2000幾架架次嘅戰鬥機，高強度咁去奪取制空權喎，2000幾架架次喎。係。你而家俄羅斯你嗰個頂峰佢都冇去到200-300架次，即係你嗰個 shorter 都冇去到咁高，即係你嗰個打擊架次根本就冇。即係你雙方都冇呢個能力，
尤其是烏克蘭更加沒有這個能力。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這一場戰爭是烏克蘭那個勝算永遠都是在於一件事，就是俄羅斯有多少的調動是他們有漏洞，有多少流弊他們搞不定，烏克蘭才能夠趁機是取勝的。即這個是之前你看回E95或者你看回系統，基本上全部這些戰例都是這樣的方式。俄羅斯撤兵烏克蘭，利用方法，利用這個時機，剛剛好派他們的部隊來去做一些包抄，和最極成功去收復國土。但是當他正面硬攻俄羅斯，已經是講緊一直以來是講一年零左右去準備的防守的攻勢的時候，我們看到當澤連斯基講了反攻之後，你看到烏克蘭就算他裝備了一些炮二 A6 坦克都好，他都真的不是說打得輕鬆的。即是你看英國RUSI 那邊皇家的那個軍事支付，他一直都提一件事，就是俄羅斯打得最好的其實是他的工兵，他的工兵賣雷啊，或者掘戰壕啊，呢啲佢哋全部有章法啊，有嗰個技術喺度。俄羅斯空天軍其實本身都唔係話真係完全廢嘅，即係好似我所講，你用歐美嘅 standard， 咁佢梗係廢啦。你講緊你佢點出動到2000多架次？你點組織到大規模空中戰役啊？即係有時候我會咁講，你真係對翻我哋 patron 就真係有實料，你有status 咁樣去睇，你對翻個架次次數，你就會發現。俄羅斯空軍連越戰美軍的能力都沒有，即 in some sense， 我的意思是說，你說同樣的出擊架次或者打擊強度是不夠越戰的時候美軍的出擊架次多的，甚至是 Far away 長話短說，就是說現在阿格勒兵變之後，我們看到烏克蘭可能不會有個局勢改變的，但是美國最近都提出的想法，就是不應該烏克蘭這個時候趁機攻入去俄國領土來去干預個局勢，因為這樣會是一個俄羅斯內部領土的問題，不應該去講笑。那你就看到烏克蘭是否真的能夠利用這一次危機做反攻呢？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我雖然是一個支持烏克蘭，我們其實很清楚的實情是怎樣，我們跟當地也都有些 contact 是聯絡，是知道當地的實情是怎樣，其實的確絕對不好像你好像我們在電視上講得那麼美好。那這邊就基本上是我們的分析完結了，那大家真的想看一些即我們很 solid 的分析，就可以去回我們不齊遠力燒煙的 page。 那當然都希望大家可能多支持 Toby 啦，畢竟我覺得能夠好像你這樣年紀的媒體資深的媒體人的傳媒人，能夠仍然好像即希望多些跟我這樣口上去交流或互動是很不容易的，即你看到很多人其實很認識到這個世界，即有些親俄的分子，他們覺得就是俄羅斯就是他們的全部，或者他們對於蘇聯那種榮譽，那種榮光，沒錯，就像你說是的，那種閱兵那種態度，那種 gesture， 覺得就是所有的東西，他們那個世界就是覺得現在俄羅斯還是當年擁有300萬部隊的俄羅斯陸軍或者俄羅斯部隊，但是時間時代已經不同了，你那個時間線是你不可能停留在冷戰的想法，因為我一個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說開戰之前俄羅斯陸軍原客多少人啊？原客多少人啊？好像三四十萬他擴充了個部隊，但是他之前那十年你說是30萬，黐線的30萬，你那個美軍都60萬，陸軍我們這個所謂偉大祖國有多少解放軍？100萬解放軍是野戰部隊，陸軍野戰部隊是100萬，是你說的差3倍，你的數據是你連美軍都差2倍，美軍陸軍都不是真的特別出名的，所以你就看到長槍沒有，即一開始我很早就已經predict，就是說即你看回紀錄，我們有所有東西都有根據，我 Day One 開始說就是俄羅斯是打不起一場消耗戰，但是好像 Toby 你一直都想說，即我都認同這件事，我們有立場觀點，即是一件還一件咯，我們要抽離自己，一句這樣說，抽離自己去看一些東西，不要用我們的主觀願望呢去強硬套去 create 一些事實出來。我們因為知道呢，現在暫時呢，即我們都有個資訊呢，多數來自西方的 OK？
咁所以咧就未必係全部嘅事實，未必係全部嘅事實。到底俄方到底佢損失係點咧？佢攻勢點咧？守城點咧？我哋未有全面嘅資訊，但係有一個基本嘅即係棋局去睇咧。如果佢真係咁唔掂嘅話咧，冇理由仲可以守到咁耐啊！嗱，呢個先至係我提出嚟一個 point 啊。如果佢係不堪一擊嘅，食又冇得食，彈藥又唔夠，子彈唔夠，炮彈唔夠，飛彈唔夠，油唔夠，冇理由做到咁耐嘅。是支持烏克蘭的，但是呢我們要抽離自己冷靜去看到底俄軍是否真的那麼不堪一擊呢？而華格納集團的所謂瓦解是否真的完全將戰局扭轉呢？如果是真的話，烏克蘭軍隊應該大規模出動啦。在現在我相信呢還有很多東西我們還是未知道的。而烏克蘭呢，我想告訴你，宣傳還宣傳、即是實戰還實戰，知己知彼咧就百戰百勝。佢哋嘅軍方一定好清楚自己嘅虛實，同埋俄方嘅虛實。咁佢哋唔會輕舉妄動咧，自然有原因嘅。咁大家留意多啲新聞啦嚇，盡量喺網上睇多啲不同嘅意見。咁咧即係我喺呢度咧要介紹一個 magazine 咁我俾大家睇下呢個 magazine 咧，就係同今晚嘅標題咧係有關係嘅。咁啊 ，Soldier of Fortune 咧，即係僱傭兵。Future of Fortune 即係僱傭兵。嗱，咁我要咧整走呢、這個，係啦，呢度咧有兩本雜誌。原來僱傭兵個行業咧就大到咧可以咧有雜誌嘅，佢哋自己咧有雜誌。嗱，大家睇下，唔知道你有冇聽過《Future of Fortune》啊？香港係有得賣嘅，不過係好少地方有得賣，大家亦都唔顯眼，因為香港我睇冇咩人去做僱傭兵嘅。嗱，僱傭兵雜誌咧就係咁啦，《Soldier of Fortune》，大家睇唔睇到？睇唔睇到啊？嗱，呢本嘢咧就係佢個 target 係俾啲僱傭兵嘅，咁咧就因為僱傭兵有一個好大嘅市場。有句説話叫做咧，蝕本生意咧就冇人做，咁但係咧殺頭生意咧就一定有人做。咁啊，僱傭兵固然係殺頭生意咧 ，sell 自己條命咧去同一啲自己都未必認同嘅。或者根本他們沒有想過他的意識形態是怎樣，正義或者不正義都不是他們去考慮了，那麼他跟他打仗的，那麼這班人呢就是有一個市場的，有些人是這樣的。法國呢有一個叫 Foreign Legion， Foreign Legion 呢就是外籍兵團，也是僱傭兵的集團來的，全世界所有人士都可以參加，那麼裡面很重視你懂法文的，那麼保證當完兵呢就有法國籍、法國護照，那麼是大家留意一下啦，呢本雜誌叫做《Soldier of Fortune》，《Soldier of Fortune》，大家係可以睇到嘅。我相信係有網上嘅版本，大家亦都可以攞嚟睇下嘅。咁啊，好吊鬼嘅喎！我記得咧，我第一次接觸呢個《Soldier of Fortune》嘅 magazine 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廣告。這個廣告咧就話咧，我哋咧就係想揾到一架咧蘇聯嘅武裝直升機，我唔知叫 M8 還是 M24 啊，好似 M24 嘅武裝直升機。在80年代阿富汗戰爭的時候是曾經是呢個威震一方的，叫做 M24 的武裝直升機。我哋想找佢嚟咧係私人的研究用途，私人不是政府研究用途。很明顯私人邊有能力研究啦？咁梗係某方想攞得一架直升機，真版直升機咧就攞嚟研究一下嘅，即係俄羅斯有咩咁威？咁結果咧，最後尾咧就唔喺阿富汗攞到。在非洲某國咧，佢哋終於偷到一架翻去咧，係俾應該係俾美國咧就攞咗翻去研究下呢種直升機有啲咩作用。咁但係就係過咗時啦，呢種直升機佢係冇咩電子設備嘅，咁只係有咧乜嘢咧？只係有咧喺 mechanical analog 年代，佢係一個即係 super product analog 年代，喺流體動力學、喺武裝啊、喺呢個maneuverability 即係佢飛行嗰個能力咧。是堪稱一流的，不過俱往矣了。但不過我們又想一下，其實俄羅斯雖然在 computer 方面相當之落後，原來1986年的時候全個俄羅斯只有1萬部電腦而已，
10,000部電腦，當時俄羅斯係2,400,000人口啊。咁啊，你諗下佢係幾落後咧？佢喺半導體方面咧係好空白嘅，喺依方面度。咁但係你話俄羅斯佢係完全科技唔得，係講唔通嘅。Analog 年代俄羅斯部分武器係超越美國，美國令到美國驚嘅。咁咧佢哋亦都有好好嘅科學家同埋工程技術人員嘅。咁啊，俄羅斯咧即係前蘇聯嗰個年代咧，唔係俄羅斯年代，前蘇聯年代咧，佢喺科學方面咧。有11科學家攞到諾貝爾獎嘅，咁我相信咧佢係有翻咁上下基礎研究，但係基礎研究同埋實用咧係兩碼唔同嘅事。儘管兩碼係有關聯，冇基礎你做唔到實用，係咪先？咁但係咧到實用嘅時候咧，我睇咧由80年代開始咧，那個資訊科技咧係 the third wave 咧開始咧係另外一個世界，而喺俄羅斯呢方面咧佢係完全追唔上嘅。咁就依啲係題外話啦。嗱，今晚我講到呢度，我係 solo 嘅，咁同你嚟講，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咧，就可以睇下呢本 magazine 講啲乜嘢啦。裏邊僱傭兵嘅生活到底係點嘅咧？嗱，僱傭兵係咪真係咁遙遠咧？其實唔係嘅，好多人都好想做僱傭兵啊。但我亦都提醒咧，有啲國家係禁止自己嘅國民去做僱傭兵嘅。嗯，好，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你哋收睇，多謝聽我哋去係啊。真係要識法文㗎，法國外籍兵團啊 ，Yellow Star 話俾你聽，法國 Foreign Legion 啊，嗱佢最特別咧就係、如果你睇戲咧，佢講翻以前個年代咧，佢頂帽後邊有塊布嘅，喺後邊有塊布嘅，攞嚟做咩咧？遮太陽嘅，又冇乜咁特別，攞嚟遮太陽好實用嘅。咁你以為啊，佢呢啲特色嚟嘅，唔係，係有實際作用嘅。咁啊，葡萄牙軍隊都曾經試過係咁樣。後面多一塊布仔咁冚住，就遮住條頸，就遮住太陽，唔好曬到條頸咧，興曬咁樣咁解嘅啫。好唔好啊 ？OK， 係咁先咯。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拜拜。